不管你是哪一行的，都应该知道几条心理学效应，因为这真的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。没有经过十几年的锻打是很难理解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做事就很容易成功，而有的人就举步维艰的原因。比如你想知道你的同事为什么报告比你写的好，为什么总是得到领导的夸奖，你直接问他方法，通常是很难得到正确答案的。可是如果你先跟他借一支笔， 他往往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你，你接着就可以跟他说，顺便问一下你的报告是怎么写的，为什么写的那么好，他就有可能告诉你其中的技巧。当你向别人提出一个难度比较大的请求时，可以先向他提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请求，因为当他答应你第一个请求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往往会以一种救助者的心态自居，甚至有可能以为自己是救世主。那么再向他提出别的请求，他往往就会有一种帮人帮到底的心态。 这个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登门槛效应。当然，这也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是那个被求助者，为了避免别人复杂的请求，一定要先从简单的请求开始拒绝，或者摆正心态，不要觉得自己就是救世主了，你就是个普通人，不要轻易掉入这种心理学陷阱，不要勉强自己对每一个请求的反馈都保持一致。第一次帮了，并不代表第二次也要帮。第二。 在分享自身愉悦的同时，一定要同时说一些不开心的事。比如，当你买了新车，你不要仅仅炫耀车的性能有多好，你最好先说你的贷款压力有多大，养车的费用有多高。再比如，你升职了，你不要只说自己的工资增加了多少，权力增加了多少，你更应该说自己的压力更大了，工作占用了更多自己的时间。 多向别人说一些自己不开心的事，反而更容易受到欢迎，因为人天生就对完美的东西产生敬畏感或者嫉妒心理，这个就叫做暴露缺点效应。第三，明明知道某一件事情应该做，应该坚持，可是却静不下心来去做的时候，你可以告诉自己，我现在就开始，但是呢，我只坚持五分钟，如果五分钟之后我还是不想做，那么我就不做了。 大多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实际上过了五分钟之后，你还能继续坚持。这个就叫做五分钟起步法，非常适合拖延症或者毅力不太强的人。就像我跟一起减肥的朋友们提建议，我跟他们说，运动目标不需要设置上限，只需要设置下限。比如，你可以只要求自己每天睡之前，仅仅只做一个俯卧撑就可以了。但是真的。 当你开始做了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往往会不自觉地坚持更多，这个就叫做万事开头难，但只要开始了，就真的不难了。第四，如果某一个原本不喜欢养鸟的人在路边捡到了一个鸟笼，那他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会为了这个鸟笼买回来一只鸟。就是说，人们在偶然获得一件原本不是必需品的时候，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添置更多原本就不需要的东西。 这就是著名的鸟笼效应。这给年轻人最大的启示就是，不要入一些特别烧钱的坑，比如摄影，比如音响，因为它会让你不断添置一些根本用不上的设备。你看那些摄影爱好者或者音响发烧友，我不怀疑他们是真的喜爱，我也很喜爱。可是，即使是这些爱好者，他们真正常用的设备也只有一两套，其他的都是在家里吃灰，根本就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配成套。 而花这些钱，所以要警惕鸟笼效应。第五，想要获得别人的帮助或者好感，那么就要经常的在他面前出现，在某个人面前混个脸熟，会更容易赢得好感。因为人都有一种心理，那就是对自己越是熟悉的东西就越会喜欢。老话说“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三回四回是朋友”，其实是有一些道理的。 曝光的次数越多，他对你的警惕性就会越低，同时他对你的行为也会有更多的顾忌，因为他会不自觉地想到以后还会见到你，所以能帮的就会帮，否则将来再见到会担心面子上不好看。而相反，如果只是一个只见过一次的人，他就会想这个人可能这辈子就见这一次了，从此天各一方，何必顾及颜面呢？这个在心理学就叫做曝光效应。 再说一个和第一条刚好相反的：当你向别人提出一个请求，担心会被拒绝的时候，不妨你先向他提出一个更大的请求、更难实现的请求，不是为了让他答应，就是为了让他拒绝。在你遭到拒绝之后，再说出你原本想要提出的那个请求，那么这个请求被答应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。 这个就叫做留面子效应，对方会觉得拒绝你之后心中有所愧疚，所以当你再提出一个相对小一点的请求，他就会不自觉的想给你留个面子。这和刚才说的登门槛效应是刚好相反，那个是先向对方提出一个小的请求，先拉他入坑，先给他立一个好人的人设，再提出一个较大的请求。由于事先立下的好人设会让他不好意思拒绝，而这个呢是上来就让他拒绝，然后产生一种愧。 愧疚的心理，其实这些心理学效应未见得每一个成功者都能白纸黑字的写出来，但是他们在生活中、在工作中一定是经常不自觉的用到的，只是自己都不知道而已。当然，往往也都是经过现实锻打多年之后才会明白这些道理。先聊这么多，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，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，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，再见。